其实跟中国人茶道真的很类似，我们的乌龙茶也有茶道。那现在它这个是茶器，每一样茶具都必须要再先擦过一次，然后摆的位置都必须要，他学茶道的时候的，均衡度、平衡度都要是算好的。那这个是茶布呢，等一下所用到的东西都要先擦一次，这个是茶罐子，所以呢，真的抹茶这里面是抹茶，超级昂贵的，所以连一点点的细粉你都要不能浪费的，然后这个是茶匙，就是凤席啊，等一下呢，基本上那个碗里面要装到这个碗里面的那个茶粉，是一匙半，差不多一匙半左右，然后水要放三分之一而已，不是放到一半或放到满，然后这个温度呢，都大概75度以上，75度以上，现在呢，它要温茶具。就跟我的乌龙茶一样，要温茶具的啊。先生，我读书嘛，我那时候是去日月卡，小小一块去一点点。是你妈生的。对，我卡上我签了。OK。那现在是在那个现在在热茶具，豆掉啊，他现在说他在热茶具，跪着轻松就好了哈，因为我们不是真的日本人，日本人是华人，我不让唱了，很认真的，你们专心聆听，来哈，我想有汤我这一点吧。为什么要扣扣？就是把沾在茶匙上面的茶粉也要下去的哈，不然这样就很浪费了。他说那个温度太高了，因为100度啦、90度都不行，大概在75度上下。他每天在泡的这些老师都懂这些。开水啊。皆さんお菓子を勧めてください。然后妈妈说，因为等一下你要吃喝这个抹茶嘛，所以现在先请你们一边品尝这个甜点，然后那一只竹子就是你的叉子跟刀子，然后他现在在刷，下去呢，记得茶不是这样子刷，要这个一字形阿拉伯数字的一，然后靠这个碗，不是手这样，不是，就这样这个手碗这样子刷，然后刷呢起泡泡之后要 ending 的时候要写我们日文那个 no 字，为什么要写 no？ 把旁边那个碗的茶很快把它扫回来。他说从哪里要先供茶，我说从长辈啊，长辈先送茶。对，然后来哈，现在送茶来听好了，现在送茶这个碗有的是没有花样，那现在譬如说这个有花样的，妈妈她要来给你的时候，这个花样本来是这样，她会朝着两次，然后朝着对她的。然后呢，拿到茶的人哦，对，现在这个花样是不是对着我了？那你如果没有花样，右手，记得等一下拿茶碗像阿珍这样，这样好吗？然后记得这个花纹呢，譬如说刚刚来的时候花纹是这样嘛，所以你要转这样哦，转两次，这个花样对到你了，然后才可以这样子喝，这样喝哦，这样。所以呢，记得。就对，记得他说两次、三次、四次喝完，不是一口气的。所以你们现在开先吃甜点，他一定要先吃甜点再喝茶，这样好吗？我能不能停下来吃，然后再喝？可以。
茶是自己煮吗？没有啦，他帮你泡来，你要哪里自己煮？